民众在脸书私讯报案，有只狗全身上下都是鼻虱，地点在东港大鹏湾。狗狗，狗狗来，跟你芝芝来，芝芝来，狗狗，芝芝，啊，来，来，快点，芝芝，芝芝，芝芝来，芝芝。就是心室肿压力稀释体阳性，然后胰脏跟肾脏功能比较高，发炎，然后贫血的很厉害，皮肤周围渗血，它是什么皮肤病？毛囊虫。毛囊虫也是会免疫系统的问题、啊、免疫系统的问题。就是它像它这样子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？半年以上。半年以上。那个是鼻虱，大概有几只？全部都鼻虱，应该上万只吧，三万只哦。贫血是因为它鼻虱叮咬啊，然后它又有爱丽丝尸体跟，它会吸它的血，对对对对，破坏它的血小板，对啊，然后血小板就会偏低啊，135。它这个如果不送医的话，应该死了。然后它医生因为它这个血色素只有剩下4.4啊，4.4哦，正常13，4.4已经快。今晚一定要募集到输血的费用，大鹏湾才能安全的度过今夜，拜托大家。抢救大鹏湾。